练习开通八脉法时，可先进行数次腹式呼吸，一手丹田，接着开始练习。吸气，气由会阴穴上行，从尾闾上行督脉到头顶百会穴。呼气，由百会穴下行，循任脉下降到会阴穴。吸气，由会阴穴上升到体内的真穴，然后前行到肚脐，分开绕到背后肾腧穴，再同时沿着膀胱经上行到两肩膀的肩颈穴。呼气，气由肩颈穴沿手臂外侧，通过中指绕到手掌心劳宫穴。吸气，气从两手心劳宫穴走手臂内侧正中，回到胸前乳中再下行。呼气，由乳中下降至大横穴，在肚脐汇合，回到会阴穴。吸气，由会阴穴体内正中上行到心下降宫。呼气，由心下降宫下降到会阴穴分开，经过臀部走两腿外侧，绕过脚小趾到达足心涌泉穴。吸气，由足心涌泉穴沿两腿内侧经会阴穴到达真穴。呼气，由真穴降至会阴穴。如此即完成整个开通八脉法的练习，而透过这样的练习，可以让你经脉通畅，全身充满元气和能量。